在教他们，他会痴呆的脸，他们会痴呆的脸这样子看着你。所以他们是来看你的，不是来上课。我也会跟他说，你们不要只看，你们要认真。帅气阿飞到屏东当实习老师，全校疯狂。你所不知道的阿飞，请锁定主播的运动周记。